今天来这边溪流，我是拿这个正出的鱼尾螺杆，然后配一个1000型前杯的卷烟器。好，至于今天路亚饵的部分是这个0.6克的汤匙。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找到比一克更轻的汤匙，看这个好小哦。只是不知道今天这个汤匙在这边的表现会是如何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装起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好清澈的水哦，感觉这种干净的水里面应该很多货哦。试试看。哎呦，终于！哎呀啊！你看，终于，来，回来吧，孩子。哇，一枝花哎，可以，开壶了，钓竿也挂住了，哇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一枝花，那我们先来解救这个钓竿好了，刚刚中鱼的时候，它竟然往回挂到上面的这个藤蔓了，耶，好下来了，来吧，我们继续吹蕊。终于，落水咬耶，落水咬，耶，回来，孩子，这只可以，好大只哦，来，该出水面了，落水咬耶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好酷哦。这也是一枝花哎，你好可爱哦，一枝花。不然我们今天就带一只回家吃吃看好了，就带这只吧。真可爱。哇，好舒服的感觉哦。水蕊。终于，终于了吼！你不要跑，回来。哇，小咪咪耶！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小只哦。终于，这只有拉力哦，我觉得可以呢。又是一枝花，太可爱了啦。好可爱哦！哇，这边有一群一枝花哎，好可爱哦！好了，把你放回去啦，真的是。真不错，好玩。终于，你看有没有？回来了，孩子。退休哦，又中一条哎。哇，这条好可爱哦！终于，哦哟，来，哇，这只大只可以哦，呜嘘，想去哪？这个大只，yes。后来，吹蕊，终于，哎咻，有没有中了吼？来，孩子回来吧，不要跑了。哎咻，耶！哇，看来往下游走是对的，安安。感觉这边没有鱼讯呢，那我们继续往下游走吧。终于下课了谢谢你啊，下课鱼，你终于来了。
耶！哎，终于可以回去吃东西了，下课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土豆的工作室哈。哦，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来处理今天钓到的西哥吧。你看这个西哥，我带回来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还活跳跳的。然后我们在料理之前，我们要先帮他做手术。哦，就是以前你有上过解剖学或生理学实验的时候，哦，我们都要先帮老鼠或青蛙把它神经中枢给破坏掉。然后现在这些鱼的脑干已经处理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料理它了，哈。各位来，首先放入我们的主角西哥，我刚才已经有先放血了，然后加入少许的姜片，好，然后加入米酒，然后拉一拉，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盐巴。那我们再拉一拉，最后我们再加入点太白粉或玉米粉都可以，来吹了，然后再拉一拉，那我们等一下五分钟后再油炸它吧。哦，感觉这个油锅温度差不多哎，那我们就把西哥丢下去吧。好吧，下去吧，孩子。哇，好期待这个料理哦，因为它这就是新鲜直送啊，送到家的时候还是火的。这个不叫新鲜，还有什么东西叫新鲜呢？哦哦哦哦，这锅子感觉要爆炸了。哦，好香哦！哦，好香哦！哦，虽然说我今天只有带一条西哥回来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好香哦！哦，那我们来去试吃吧。哦，哇，这就是 catch and cook， 就是自己捕捉然后自己料理的一种方式啊。哎，我觉得好特别哦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把自己用路亚钓到的鱼带回来吃。虽然说之前我钓淡水的路亚，几乎那些鱼都是不能吃，然后钓海水的路亚，我也觉得太麻烦，都直接放回去了。可是这个西哥就是有一种魅力，会让我想要把它带回来吃，就感觉西哥它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鱼啊。而且它也是台湾溪流里原生的鱼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那我们就来吃吃看炸西哥好吃吗？开动。哦，这怎么形容啊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哦，它的味道跟香鱼一模一样哎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太棒了，这真的太棒了，嗯，其实比那种养殖香鱼还要香哎，哇，嗯，啊。哦，吃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吃西哥的肉有一种好享受的感觉哦。尤其当你知道这只鱼是你自己钓起来的时候，这种感觉好享受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好想吃一整盘的西哥，然后配啤酒。可是今天我就带一只西哥回来了。哦，西哥的这种味道，让你难以忘怀。所以今天带一只回来体验，我觉得。
很棒啊。就各位，假如你们有去钓西哥的话，不妨也可以带一只回试试看啊，一起体验这种美味缭绕舌尖的感觉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